叫邓迪，21岁，来自是重庆南川一个很小的镇。刚才我在舞台上唱的曲目是汪峰老师的《地心》。这是我小时候的那些，反正我小时候不算好人嘛，我小时候经常就是出去乱混啊，就打架这些，然后就是惹了很多人嘛，后面被他们报复，然后就是差一点那一次就差点要了我的命，那是我老师救了我，而我老师又是音乐老师，他教会了我音乐。有印两个说过，他说我就是反正就说话呀或者什么，就是有的是那种小动作有点像，但大体的不像。有可能，有可能，确实有可能，真的有可能。我是听他的歌长大的。像我这种人吧，又没钱又没地位又没爹妈这种，我就想给更多人证明一下，让更多人看见我这种烂人也是可以走出来的，走得更高。